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句哦。This is because 为什么我们的那个手机，我们常常会看到 see people charge their phone all the time？为什么我们会一直看到大家就是在充，一直在充自己的手机呢？在 charge 呢？Because mobile game，因为啊，当你一打开，把你的手机拿来是 mobile 来用手机玩游戏，是手机状态的话，手机是游戏状态的话，这个游戏呢会使用掉你的 phone，你的手机的。这个 EPS 是所有格哈，phones 是手机的，battery 会使用你的手机的电池，使用的程度会 greedily 会很贪婪哦，很贪婪的，就是你如果在用 mobile game 是在玩那个手机游戏的话，你的电池呢 battery 会被 greedily 会被贪婪的用掉很多啊。原来本来是打电话啊，打简讯啊，你可能电池都还有七八十，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就一开始早上起床充饱就开始玩电动的话。可能到中午的时候，你手机就只剩十趴，哦，就会很使用的很 greedily。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greedily 这个字，它是 greedy 的副词，好，它的原型呢 greedy 是贪心的，它去掉 y 加上 ily，去掉 y 加上 ily 就变副词，叫贪婪的。所以呢，电池呢，手机游戏就会吃掉、使用掉电池，而且是使用的很 greedily，很贪婪哦，相当耗电。好，再来我们要讲一下这个 because，这个因为，因为呢，它是个从属连接词，中文翻因为，在因果关系当中呢，因为呢连接了两个句子，好，它的也可以用 so 来改写，because 要去掉哦，结果句子之前要加 so，什么意思啊？就是呢，because。你会 because 会先加原因，然后逗号之后再发生结果。那你也可以把 because 换成前面的原因，所以造成后面的结果。注意的是呢，because 跟 so 呢不可以同时使用哦。我们中文呢，because and so 可以同时使用，但是呢，在英文 because and so 就像 although 跟 but，虽然跟但是，虽然跟但是不能一起用，因为跟所以也不可以一起用。例如说。Because Eric was sick，因为 Eric 生病了。来，这个 Eric 生病了，这个是因，写给你哦，这是一个因，这是一个原因，所以就逗号后面加上结果，就所以这个果造成的结果。Because Eric was sick，所以结果是，所以呢，he didn't go to school today，他没有来学校。他刚刚有说 because 跟 so 可以换，对不对？对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把 because 省略掉，because 去掉，在结果句，这个是结果。在这个结果的句子，结果的句子前面加上 so 就可以，所以 because 去掉，先写 in，这是 in，然后呢让 so 所以加上结果句，这样可以哈。所以这个 so 呢跟 because 啊，他们要怎么互改，都要练习一下哦哈。because 是加原因。逗号后再加结果，那如果是 so 呢？是先写原因，逗号后结果，再加上结果句。好，再来我们看到第四句，also 此外哦，此外又出现了耶，对不对？我们刚刚在第三课的时候学到好多此外哦，要不要来记记看？来，我们来写一下 in addition，还有呢，what is more，对不对？这些都是，还有 moreover，还有 further。More，好，这些都有此外的意思啊。来，一样，我们又在用蓝色荧光笔帮你涂。好，此外，所以呢，手机不但会把你的 battery，你的电池吃光光哦，还有，此外，also，in addition，what is more，moreover，furthermore，此外呢，you may find that，你也许会发现，find，你会很快的就会发现，发现什么？这个发现后面一定要有东西，对不对？一定要有个受词。来，这个是受词。You may find，你就很快的哦，发现到后面这件事情，后面这件事情，各位可以看到它是个子句，对不对？它是个子句，用 that 来做连接，所以呢，that 如果加子句当受词的话，这个 that 可以省略。还记得这个文法吗？我们在前面三课都有看到。所以 you may find that，你也许就会发现 some player 有些玩家会 put themselves in danger。你会看到有些，你甚至会发现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很多的手机玩家们会呢 put 放置他们自己 in danger，put them in danger 会把自己置于危险当中。好，put someone in danger 这是个片语哦，把自己置在危险当中。为什么会让打玩游戏的人有危险呢、啊？我们等一下来看它的文法，但是后面加上。